来自 Progress Vancouver 的候选人何少梅，拥有电影制片人、商业策划师及企业家等多重身份。他认为新一届市政府需要有领导力、创新力和执行力，他希望带来改变。他主张减税、发展智能物流、数字经济等等，将温哥华打造成为更可负担的宜居城市。他亦都关心华埠，一旦当选将会提出振兴华埠的动议。Chinatown Agreement 动议以 result oriented， 即好似新区政府啊，有关嘅利益各方，同埋社区、同埋社工、同埋啊警察各个部门一起啊，达到一个共识，咁先至真系要 take action 嘅，将佢实现。咁除咗